交换代珠宝吗？比较少，因为我们两个的戒围不一样，但是有一些，比如说纪念价值的，比如说外婆留下来的，或者是外公送给妈妈的，那我妈妈就说这是外公送我的，要不要？就是那时候就说要不要带一样外公买给我们的东西，那我妈妈可能就会改了戒围给我纪念，然后外婆也有，就是外婆也会说这个是她现在没办法带了，那她就会留给我。所以我觉得珠宝也有一个是传承的那种价值，或者是我曾经带在身上的，我给我的孩子，让他知道这个是妈妈以前常常带的，我觉得那个是我会很珍惜。这样还要拼女儿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媳妇媳妇这样子给媳妇，这样子给媳妇，这样子是对呀，几岁的生日礼物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生孩子。我是喜欢的，我喜欢怀孕的过程，我喜欢，我享受生孩子。可是带孩子，因为我们都自己带孩子，带孩子真的，我就说老妈妈，真的带孩子是，尤其我们全心全意带他，真的是要过一阵子。现在我的小的还嗷嗷待哺，我想啊，我还是会想生，可是我觉得要带他需要时间，然后也需要体力，就会让我比较紧张。想不是说想生就生，那要带啊，